武才人离开这宫里，已经有一年了。难道父皇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接他回宫吗？这对他不公平啊！站在你面前的只是一个防府的侍女而已，就不要再为我愤愤不平了，也不要偷偷跑出宫来见我。老夫敢断定，他在等一个重回宫中的机会。只要有方向的相助，武媚娘之死完全就可以像一场意外。塔卡西玛高岛《武媚娘传奇》。